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言其五恶者，世间人民悉以懈惰，不肯着善，自身修业，家食眷属，饥寒困苦，父母教诲，嗔目怒印，言令不合，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取于无节，众共患厌，负恩为义，无有报赏之心，贫穷困乏，不能福德，孤教众夺，放置游善，穿束唐德，用至枕济。这就进入到五恶五善第三十二章的第六小段，饮酒。前面所谈到的五恶，从杀生到偷盗、邪淫、妄语，都说到了。这四条在戒律当中属于前面四条戒，不饮酒戒属于第五条戒，它是属于一条遮戒。就从饮酒本身来说，在世间法律层面并不构成罪过，但在佛法的修行方面，它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就是酒能够引发无明烦恼，是放逸的根源，令理智昏迷，失去种种的善法，令人愚痴无有智慧，显现在知见上的颠倒。由于饮酒，就促使他犯一切的重罪，一切的禁戒。所以佛知道饮酒是众苦之本，所以大小乘的戒律都是禁止的。从声闻戒来看，最先的酒戒的制缘是由于有一位尊者阿罗汉呢，叫沙伽陀，他能够以神通力量降服毒龙。然而他有一次托钵，那个居士很崇敬他怕他吃那个苏络这个性寒呢，就给他一碗看不见好像是水的酒。这位尊者也没有辨别清楚就喝下去了，
一喝下去，走在中途，酒兴发作，那一下子就吐啊，衣钵都抛在一边了，昏醉过去。正好佛陀和阿难尊者路过，看到这种情形，佛就跟阿难说：“你看沙伽陀能够降服毒龙，现在他能降服一个癞蛤蟆呢？癞蛤蟆都降服不掉，所以就把他这个抬到井边，用井水来洗刷他身上的污秽，也集合众生开始来治这条戒。大乘佛法在《梵网经菩萨戒》里面，孤九戒属于十众戒之一，48清沟戒就有不饮酒戒。不仅自己不能饮酒，你哪怕你自己拿手过酒杯劝人饮酒，它的后果都是无百事无手的结果。所以饮酒的后果是非常危害非常大的。这个龙树菩萨在大足多等里面就总结了饮酒有35种过失。你酗酒现世财物，就会枯竭，生种种病，导致斗争，荒废事业，尤其是饮酒之后不恭敬父母，不恭敬三宝圣人纵欲放逸乃至于命中就堕到地狱，从地狱出来为生到人生呢，也都是愚痴的、狂躁的不仅佛门对这个饮酒的危害要严谨，就是儒家的圣人他也是很看重这一点的。从大禹，当时大禹他的有一个臣下叫夷狄，会酿造非常味道非常甘美的美酒呈现给夏禹之后，夏禹尝了知道这不是好东西，也把它疏远了。大家看尚书，尚书就竟然有一篇酒告，禁酒的，这是周武王对封在魏国的康叔反复叮咛的一篇书稿，就是要禁酒。那周武王是援引了他的父王周文王的很多思想，从周文王的那个思想来说，酒是只能在两个场合可以使用，第一个是祭祀祖先天神的时候可以用酒来祭祀，第二是奉养自己父母的时候可以饮，除此之外就是不能饮酒的。因为这个酒开放一之门呢小则败得失一样，大则上身亡国，像殷纣王就是这样的以酒为池以鹿为邻荒淫无耻国家都被他败掉，所以其灾祸有不可甚言者也酒常常跟放逸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一篇叫《无逸篇》，
无疑就不能放逸的。这篇文稿是周公训示周成王的，要让他知道百姓驾舌之艰难，要崇尚简朴，要节制逸乐，幽情王室，所以他就列举了像殷商的那些好的国君，像殷王、中宗、高宗、祖贾，他们幽情王室，不放逸，享国很长时间。而那些生于安乐的、放逸的，都是享国时间很短。这套经文里面，它的意思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后半部所当机舍是弥勒菩萨。第五种恶行是什么呢？那造恶之人就是世间人民。这个世是指时间的概念，间是指空间的概念。如果用现在的这个概念来说，就生活在四维时空联系区的这个众生，这个众生呢，受时空的局限，他们有一个特点，就习其懈惰，这是放逸的具体的表达。那这个放逸的源头跟饮酒有关系，实际上能够这个令人的心动荡，放逸这方面的食品都是广义层面的酒。那这个酒呢，它是引发无明烦恼，缺乏智慧。生活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本身就是八苦交煎呢，苦不堪言呢。所以这时候的众生，由于他没有出世间的这种志向，他连世间的善法因果他也不相信，所以他就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不像古圣先贤，他得到人生是至于道的，当他至于道的时候，他建立的生命的一个目标，他的一生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做。但这个放逸者呢，他的人生的目标都没有了。这个习疑就是他犹疑不定、徘徊、彷徨，没有生命的终极关怀。所以他的这一生就是活得很迷茫。由于没有生命的正确的目标，所以他的一生都是散乱的，受那种无明欲望本能性的驱使。那这种驱使，由于他没有志向，显然就会懈怠懒惰。那懈怠懒惰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如果你不去对治它，它马上就会出来。那懈怠懒惰的习气一旦出来，它就不会去作善，不肯作善，因为作善它没有动力。这个善包括世间的善，五常八德、十善业道，包括修处世间法的大善，在他身上都体现不出来，不肯作善，也不肯自身修业。自身就是修身呢，
修身一般要讲，要修八德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五常啊，仁义礼智信呢，这是做人的资格啊，得人生的条件呢，他都不去修治，由于放逸，他就没有正能量，没有正确的行为。好，不仅不修身，也不修业。就是你来到这个世间上，得要有一份事业吧，得要学一份技能吧，能够在这个世间你能够安身立命吧。他连这个家业他也不修啊，然后就游手好闲啊，懒惰呀，懈怠呀，每天睡懒觉啊，再有时间就到处游逛啊，跟不三不四的人凑在一起呀，啊。那显然他的家世眷属饥寒困苦，他毕竟还要成家嘛，成家他有上有老下有少，他不修家业，游手好闲，家的人就面临着饥寒交迫，跟着他受苦，基本生存都不能保证。那自然他的父母看到儿子这个样子也就看不下去了，就对他进行教诲了。这里就涉及到孝道问题了。这个懈怠懒惰的人，放逸的人，他就没有孝心，是一个逆子，所以面对着父母的慈悲的教诲，那肯定父母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懂事了，你得要学个什么技能，你得要从事某份职业，在农业社会更多的是要种田呐，种地呀。但是对这个父母的慈心的教诲，他不仅不听不下去，而且瞋目，就是对父母瞪眼睛了，怒应了，回答的那个语言呢，都是愤怒的。那父母给他的严令呢，就在他身上，他完全听不进了，不仅听不进，而且抵触啊，犟嘴呀，甚至骂父母啊，是违逆反逆呀。那这样的父子关系就成了冤家对头了，那极大的伤害了父母的心呢。父母就觉得养这样的儿子倒不如没有儿子来得亲近。那这种不孝的行为本身就有很大的因果。儒佛圣教都是强调孝道的，儒家的十三部经其中就有一部孝经，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在孝经它第一卷开宗明义就谈一句什么话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是你得到的这身体、头发、
皮肤啊，也就五脏六腑、四肢，都是来自于父母啊。所以你的孝道，首先对你这个身体要爱护好，不能毁坏，不能伤害，这是你孝顺父母的开始。论语就记载，曾子是孝道的一个楷模啊。曾子有疾，就是曾子生重病了，召门弟子曰，把他的门下的弟子招呼过来，说什么呢？岂欲足，取欲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物之免乎？”跟弟子说：“你掀开被子，看看我的脚，再看看我的手。”这告诉大家，我没有毁伤自己的身体啊。他把不敢毁伤自己的身体作为他孝道的一辈子修行的科目啊。他修行的心态是：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用诗经的话，我对于这个身体发肤的保护是一辈子战战兢兢，唯恐出错啊。如临深渊，就好像站在深渊的旁边，怕坠下去；如履薄冰，就在那个薄冰上面行走，怕陷到把那个冰层破了掉下去。他一辈子都这么修的。那现在到了弥留之际了，我生命走到了终点了，而从现在开始，我才敢说物之免也，就是再也不会由于身体的毁伤而令这个孝道受损。也就是说，他一生戒慎恐惧的修孝道这个科目，到这个时候他才敢说圆满。你说中国的这个孝文化是非常深邃的，现在我们国家对这种孝道文化的了解和弘扬真的是太少了。所以很多青少年一想不开就要自杀跳楼的时候，他完全还是生活在自己的感觉当中，以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想到他父母的感受。最近看报纸说有一个诗人嘛，才华横溢，他在25岁那一年就卧轨自杀了。现在经过了35年，他的母亲是90岁了。90岁的老母亲每年念着他的诗歌，流着眼泪在思念他的儿子。那这个诗人他在卧轨的当下，他可能就想自己的感受，他没有想到他父母的感受，也更没有想到他的身体是受制于父母的。所以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时候，我们尊重生命就是在报答父母的恩德。你敢去自杀吗？生命不是你个人说了算的。而且作为子女对父母的这种孝道，论语讲入则孝嘛，出则悌嘛，啊，那入则孝，你每天跟父母怎么相处？这里《弟子规》里面有8句：父母呼，应夫反；父母
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就是父母呼唤你，叫你，你马上要回答。啊，叫你吃饭了，你不能说啊，等一等，我正在看手机的，看完了再说。这时候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放下来。啊，不能迟返。父母命，就是刚才讲的严令，指令你做什么事，你马上要落实，落实这个父母的指令，不要懒惰，不能拖延。父母教，就是父母对你的教诲，你要恭恭敬敬地聆听，不要左耳进右耳出。啊，甚至听的过程当中内心还在反驳，啊，是这样吗？啊，大概你落后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啊，他不恭敬。啊，尤其是父母责，父母对你做的错误的行为在指责你、呵斥你，甚至打你，须顺承，必须要顺从的接受。父母责备你，你不能犟嘴，这就是孝道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不是说父母的指责教诲一定是100%的，但是他那份慈爱的心是完整的，而且他的人生经验是比你丰富的，看的是比你子女透彻的。哪个父母不希望子女好呢？他恨不得把整个的生命都延续到子女身上去。你这时候还在不恭敬的听，甚至还瞪着眼睛，甚至还犟嘴，甚至还跟父母对骂，甚至还说你头脑老旧了啊，也老不死的啊，你都是骂的话，那你这个后果太严重了。所以中国文化讲百行孝为先呢，孝经讲这个孝啊是天地至德要道啊，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啊。一个社会大家行孝道才是祥和的，有秩序的，兴盛的。一个没有孝道的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饮酒放逸的人就是完全没有孝道啊。然而在他的生活当中，一切都是违背礼仪的啊，取于无节。就是你要得一些财物，或者要消费什么，它不是量入为出的，它是没有节度的，没有计划的。手上有点钱就挥霍，今朝有早 有酒今朝醉的，不管明天有不有粮的啊。然后手头上很紧，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在亲朋好友那里去借贷。啊，借贷的心借到我手上就是我的，没有偿还的心啊。如果人家想他，哎，你欠了我多少多少钱，我现在需要用啊，啊，那你想要回这个债要不到啊。他的行为就是借你债的时候他表现得很谦逊，像孙子一样的，等到你要他的钱的话，他那种土匪的袭击就上来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啊，你看着办吧。他成了爷爷了，亲友啊就对他就是吃亏上当很多啊，于是也就非常讨厌他呀，啊，甚至他那些坑蒙拐骗他都先从亲戚朋友开始骗了啊，所以众共厌患，负恩为义呀，就是前面讲对父母的恩德他都没有想到去报答呀，啊，对亲友们借的债他也不还呐，负恩为义呀，没有报答父母恩德的心，没有对曾经帮助他的亲友的那种感恩之心，那这种人得了一点钱啊，挥霍掉了，又重新回到贫穷困乏的状态，这时候大家看你可怜了，积极的帮助你，等到帮助了你以后你又挥霍掉了，这种帮扶啊是扶不起来的啊，这时候你在贫穷困乏再去借债的时候啊，人家就不理你了，所以他就不可能再重新获得以前的容易得到的财物了，这叫贫穷困乏不能福德。好，那不能福德，就像孔子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思难矣，小人在这种穷困当状态当中他是会胡作非为的，什么都不管的，所以就孤教众夺，放置游善，穿树堂德，用之正经啊，这四句说尽了这个世间的那些小混混呢，黑社会的人的那种心态和行为。孤教就是搜刮聚敛横行啊，众就是放纵他的那种暴虐的性格来作恶，夺就是城墙啊，豪夺，恐吓，横行乡里，强买强卖啊，把持财力，孤教众夺。他这种这种手法都很多，比如我在当地我就是地头蛇，你在这里搞基建你都要给我转包啊，给我承包，不给我承包我就给你怎么样啊，这个建筑的沙子我要垄断啊，只能买我的啊，而且它的沙子可能价格就比较高啊，比如开一个黑店啊，它的商品不怎么低啊，标价标得很高啊，人家有时候到商店看看一看，哎，你拿那个我看一下，看了之后觉得这商品不怎么低，想退还，想不要，不要不行，你必须买。但是我不想要啊，不想要，这时候从里面来几个彪形大汉在那一站，你看着办吧。你不买就要挨揍啊，说一个句子就碰到这个，哎呀，那个3000块钱的一个商品，看了我想不要，想走的时候不行啊，他一看这个架势，为了避免挨打吧，哎，干脆买了吧。放置游善就是放纵自己的那种恶心，
游善呢，游善四方，看看哪个地方能够弄钱啊，这些可能也就会纠集一些啊气味相投的人啊，搞成团伙。怎么弄到钱？这些钱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弄的啊。那穿树藏德，就是他这种孤教众夺的心，他已经形成习惯了，串习了，而且树不是一次两次了，频繁的就这么干。藏德就是不劳而获啊，不是经过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得的，而是哎好逸恶劳啊，就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啊。当他用不正当的甚至非常暴虐的手段得到的这些财物的时候，用起来就痛快了，用至正己，只是节制自己的生活，没有想到拿点钱去孝顺父母，也没有想到曾经欠了亲友们很多钱，现在你手头上有点钱，是不是给人家还点债？这些一概没有，用至正己。这时候他就可以高消费了，大碗喝酒了，大块吃肉了，只求痛快了。请看下面，丹酒嗜美，饮食无度，嗜心荡逸，虏获抵突，不失人情，强于意志，见人有善，妒忌恶之，无义无礼，无属故难，自用时当，不可见小，六亲眷属属之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诚无一善。看这一段，说尽了我们五浊恶世的众生相，这些放逸者一旦有点钱了，就丹酒嗜美，饮食无度。单恋这个酒啊，嗜酒如命呢。啊，嗜美就是要吃山珍海味呀，啊。舌尖上的满足啊，啊，这个饮食无有节度，所以这里面又谈到酒的问题。可能世间人都把酒贴了个标签叫酒文化，认为很时尚，很有品味，招待客人一定要大喝，无酒不欢，就没有想到酒的危害性。很多喝酒就当下都搭上性命了。喝酒，如果他又开车的话，可能就酿下很大的车祸了，所以现在政府也把这个酒驾都列入刑法了，
就在于原来很多的车祸都是喝醉酒来驾车，所以这个单酌这个酒的危害太多了啊！而且好酒的人、酗酒的人，他身体一定不好。目前中国得肝癌死亡率占世界的死亡的一半以上，而且他每一次酗酒可能对脑神经、脑细胞都有损害，所以晚年得痴呆症的跟他中青年酗酒也有关系。尤其你酗酒的人可能会妨碍下一代的生育的质量，可能他自己智商还比较高，可能下一代人就远远不如他了。中国文坛上有两个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陶渊明，都是好酒的，但是他生的后代都不能成器。陶渊明专门写的一首诗啊，还有点调侃的味道，叫《折子诗》。折子就是责备他的儿子的诗，跟大家念一念啊。他是怎么写的？白发披两鬓，肌肤不服食，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他虽然说自己已经中年了，两鬓也染上了白发了，身体的肌肉皮肤也不像年轻那样的结实了。好，首先他描述自己身体的衰老的状态，虽然生了五个儿子，但是这五个儿子都不好纸笔，就是不爱学习，智商不高啊。他就把这个五个儿子描述了一下，说这个阿叔乙二八，懒惰故无癖啊，阿轩行志学而不爱文术，庸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离于利。阿叔就是他的大儿子，叫叔言，乙二八已经16岁了。是什么情况呢？懒惰之极，没有谁比他更懒惰了。阿轩叫宣誓，行自学，自学自一道就已经是15岁了。15岁自于学嘛，而不爱文书，不喜欢看书。庸端年十三，庸就是他第三个儿子，叫庸分。这个端是他第四个儿子，叫端义。这两个人可能都是12、13岁的，但是六字和七字他们都认不出来，不认识六和七两个字。通子垂九龄，最后的一个小儿子叫通东，快9岁了。这个9岁的小儿子干什么呢？一天到晚只是去找梨子和毛栗子来吃，把五个儿子都形容了一遍。最后两句话：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他说天意呀，都是这个样子，还是喝酒吧，且尽杯中物。
他不知道五个儿子出现这种情况跟他喝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大家要忧身的话，还是不能多喝酒啊。饮食也是人的很大的欲望，也得要节食。往往过度饮食的人身体反而不好。现在很多的糖尿病啊、三高啊，都是吃的太多引起的。反而你吃少一点，身体会健康一点。啊，营养不能过度。啊，好，这是指饮食方面。然后这个行为方面、心态方面，四心荡逸。就是放纵他的这种恶心呢、恶劣的心呢，放荡纵逸，这样就是虏获抵触，这就是无惭无愧的愚痴相了，就是表现得以恶为能，老子天下第一，谁敢惹我啊？啊，显得非常的鲁莽，啊，跋扈，啊，这个抵触就是一句话不顺口，他就开始动手动脚了，就要打群架了，甚至一打就往死里打。现在校园淋霸已经引起了社会重视了，这都是。没有仁爱心、缺乏道德的一个表现呢，哪能把同学往死里打的呢？啊，最近青少年犯罪，把人都弄死了，埋在坑里面了，这三个人还回来打游戏，好像没什么事似的。到了这个程度，真的是很害怕了。没有一点人心呢，啊，所以这种人就是危害社会的，大家都也怕这种人的，啊，粗鲁、跋扈，动不动就跟你干架，一干架他就是亡命之徒的样子，那谁都怕呀，反正他也是贫穷困苦。我什么都没有，一般的来说，穿皮鞋的是怕穿草鞋的，啊，他这种人不是人情呢，强于意志。人的情感、情绪里面是有良知的。圣人依照人情来建立礼仪的法则，啊。人情讲五教，父子有亲呢，父子他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呀，才会建立父慈子孝啊。君臣有义呀，你成为上级下级的忠诚关系，君臣关系也是难得的姻缘，要有义呀，啊，夫妇有别呀。长幼有序呀，朋友有信呢，啊，那人情当中都是有趋乐避苦的这种特性嘛，人都喜欢成为一个善人嘛，谁也不想成为一个恶人嘛，人自然会有喜乐哀乐的情啊。他该欢喜的欢喜吗？该愤怒的愤怒吗？不可能用外在的干预来强迫他吗？现在这种恶人呢，就不是人情，因为礼的精神是从人情里面衍生出来的，他什么都不管，啊，他就这个抑制他人的善心善业，来认同他的那种四心荡逸、胡作非为的行为，啊，他就成了一个
负面的能量，是吧？来把人带坏。人情本来希望安静的，他就诱惑人家去放荡、放逸。人本来希望自己静下来得智慧了，他就强迫人家去饮酒，甚至吸毒，让他的理智昏迷。人情当中是希望家庭和睦的，他就挑拨离间，使得人家家里鸡飞狗跳，这个父子兄弟不和睦，甚至打官司，而且这种人见到他人有善，见到他人有善业，或者有善业自然就有福报，事业比较辉煌，财富比较多，官位也能够提拔，他就妒忌之心呢，厌恶之计呀，这种妒忌心就成了他的一种障碍呀，他就恨不得每个人都倒霉呀，看到别人活得好一点，他很痛苦啊，看到别人穷愁潦倒，他就幸灾乐祸呀。所以这种人整个的就是无义无理，没有仁义之心呢，没有礼仪之感呢，这个中国的礼仪文化呀，一个人如果没有礼的话，这种礼主要是体现在恭敬他人，如果你一个人对他人一点都不恭敬，都是要嫉妒他人，要这个损害他人，甚至对父母都不孝顺，对父母都敢骂，那这种人无礼之极了。所以曲里有句话，人如果没有礼的话，虽然他还能够说话，但是他的心已经是禽兽之心了，衣冠禽兽了。一个社会人人有礼才安宁，人人无礼就危险了。所以这种人无义无礼，而且无所顾难，顾就是顾忌，难就是畏惧，天不怕地不怕，你跟他说有因果，有鬼神，有什么，他哈哈大笑，没有这些，都是骗人的啊，他无所畏惧啊，老子天下第一，我就是要得到现世的一切，不择手段。跟他讲那些助人的道德因果，他听不进去了啊，这自用适当啊，自己很傲慢啊，刚愎自用，认为自己的念想、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啊，适当就是自己的见识、见解是正确的，这种是邪知邪见到的极点了，他完全就是个颠倒的邪知邪见，但是他认为是正确的啊。所以有明白人或者有慈爱之心的亲朋好友，想从这个道德礼仪助人方面来劝谏他，来开晓助人的道理，一概没用，他听不进一句话，不可见效。进一步，六亲眷属，六亲主要是指他家里的主要直系亲属，父母、兄弟、妻子啊，那这是直接的血缘至亲了。这些六亲眷属他们的生存呢，支身用具是不是有，是不是支身用具都没有啊？中国文化讲这个孝啊，分身份来讲，有天子的孝，有诸侯国君的孝，有卿大夫的孝，有士的孝，
其中俗人的孝，就是一般的老百姓的孝，就是安守啊，本分呢、啊。俗人的孝是什么？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用天之道就是知道这个天时，春夏秋冬，24个节气，知道什么时节要播种，要插秧，要灌溉，要收成，而你用天之道啊，分地之意，知道土壤的特点啊，哪些地可以种水稻，哪些地可以种果树，哪些地可以种桑树，你对这个地的这个性质了解啊，充分发挥土地的种植的利益。然后自己的身呢要谨身就是要勤劳要按本分，要把自己的本职的工作职业，士农工商嘛，360行嘛，你都要去勤奋的去做，而且这个节约开支一定要过节俭的生活，不能挥霍浪费你这样去才能做到你孝养父母的目的。这就是你有一份正业那你在这正业当中，你对于父母只身用具要好好的关照好，让父母有温饱，甚至还能够喝点酒吃点肉使他生活的品质更高这是一个普通人行孝的方法。但是这种不务正业的放逸者，他对于父母家庭眷属的深层问题都根本就不会挂在心里了，不会忧念当然也就不会有实质帮助的行为。那你看这个逆子不孝之子从来没有想到要回报父母的恩德。卢佛圣人都告诉我们，父母对子女的恩德，欲报之恩，昊天罔极呀！你一辈子都报不完了。佛经里讲，就是你左肩担父，右肩担母这个多少多少时间这个去供养父母都报答不了那这样的放逸者，从来没有一念要报答父母之恩的心这是不为父母之恩，同时不存师友之意。世间的老师教育我们的知识技能，做人的道理，这种恩德也是很大的。还有那些善友以友辅人呢，帮助我们成长但是他都心里不曾报答师友的恩义的这种心，整个就是不恩忘义了，以自我为中心了那这个无义无礼的人呢，心里就是想着自己，自私自利，展开的都是恶的东西，负面能量。所以身口一三业都是在造作诸多的恶业。
这就是心常念恶，心就是意念当中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都是想怎么损人利己。口业，口常言恶啊，口里就前面讲的，前面口业的四种，妄语呀、绮语呀、恶口啊、两舌啊，啊，就是他的口业的内容啊。身常行恶，因为他意念都是贪嗔痴，所以他的身体是他作恶的工具。深夜当中杀盗淫妄酒，五毒俱全，什么都干，而且以恶为能啊，这个没有一念的惭愧之心，也没有一念的畏惧之心啊。所以这种人他身口一三业就没有一点点的善行，那通体漆黑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恶的。好，请看下面，不信先圣诸佛经法，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信死后神明更深，不信着善得善，为恶得恶，欲杀真人，斗乱众生，欲害父母兄弟眷属，六亲憎恶，愿令其死。这种饮酒放逸的人，他就表现了愚痴邪见之相。就是对于正法正确的知见他一概不相信。首先他不相信有三宝啊，不信有先圣，就是从古以来有圣人，这些古圣先贤呢，对宇宙天地大道是有证悟的，是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明白人，而且有慈悲心。但是这种邪见之人不相信有这些古圣，好像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这么坏，这么自私自利，也不相信有佛啊，释迦牟尼佛曾经示现在这个世间，他是这种人都会否定，哪有什么佛啊，那都是神话人物啊，这个人家捏造出来骗骗你这个低智商的人啊，他还反唇相讥啊，不相信这个世间有佛，连佛也不相信，当然他也不相信由佛讲经说法留下的三藏十二部的经卷，所以他不相信有佛法僧三宝的这种存在。然后既然不相信有三宝的存在，当然他就不相信有处世间的因果，所以下面就是不信因果啊，
不相信你修行佛法就能够了生脱死，离开三界的轮回。我们每天都念啊，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佛法的大道，有多少人能相信呢？随着五浊恶世的时间越来越往后，不信这个佛法之道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孔夫子还能说朝闻道夕死可依啊，以后的人对这个道一概没有概念了，他只相信现前的一切真实的，多给我点钱，多给我一点物质上的 享乐。所以对这个处世间的解脱之道他更没有感觉，所以就不信行道可得度死。第三是不相信有三世轮回，他奉行的是人死灯灭，人就是这一辈子死了什么都没有，哪有什么死后还有神明，这个神明就是指神识第八识啊。一般佛法讲我们身体臭皮囊物质的现象，但身体里面的有一个主人翁，就是我们的神明，正因为有神明投过来才会入胎。你这一辈子你见闻觉知，你各种事业享乐，包括造孽，都是这个神明的作用，没有这个神明你什么都动不了。好，那个神明呢就在我们临命终时他就会出来，神是出体，那出体之后他就进入中阴身嘛，那中阴身他会找到另外一个投身的载体嘛，啊，有五戒五常的德能还能得人身，如果身口一三业都是恶业，一点善都没有，直接就到阿鼻地狱里面去。如果你还能够在五戒五常基础上修十善业，你还升到天上去，啊，说明你这辈子还做了一个赚钱的买卖，还没有亏本啊。他的轮回的对境有六道，但这种人他不相信，人死呢还会有轮回，还会有投生，他不相信这个。你跟他一讲，他马上反唇相讥，这都是迷信呐啊。哪有这个事啊？好，再就是不相信有世间的因果，所以他不相信一个人做善业，比如孝顺父母、恭敬师长啊，修十善业，他当生就能得到富贵之报啊，这个智慧之报啊，哎，他不相信做善业能得善报，也不相信造作恶业就能得恶果。那确实三世因果错综复杂，这一世的善人可能他比较穷愁潦倒，这一世的恶人反而他还活得很滋润，这就是易熟果。善人今生的不好的果是他前世造的恶因先成熟了啊，一个恶人还活得很顺利是他前世的善因先成熟了，但是他今世的善和恶会在未来产生他的果，这叫易熟果，就是
不同的时空态里面，哪个成熟，哪个先报的。这种易俗的错综复杂的情形，唯佛才能看得清楚啊，他才能说得明白啊，一般人还说不明白啊。你跟他讲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就反唇相讥，哪有这个事啊？你看那个善人现在不是过得很潦倒吗？啊，那个恶人人家还很厉害呢。哎，你跟他讲易俗果呢，他听不明白，所以他彻底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涅槃经讲，这就一禅的断善根的人，一切的性根都被他断了之后，他在行为当中就是什么都敢干。这就是他敢干这个世间上最重的恶业，就是忤逆罪业，他都敢做。这下面就是欲杀真人，就是他意念当中真人就是圣人呐、阿罗汉呐、他都敢杀圣人啊。那欲杀真人可能也包含忤逆里面的除浮生学，他都敢干啊。斗乱身众，这就是破和合身啊。在末法的时候，僧团住持佛法，续佛会命啊，顶众修行，弘法利身，这个作用是不能去破坏的，只能去扶持的。因为这个佛宝和法宝的利益，就是靠僧宝去弘扬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呢、所以能够扶持僧团的正法，它的功德是很大的。现在你不仅不扶持，还要使这个僧团斗争啊，破和合僧呢、相互挑破啊，使这个僧团瓦解分裂啊，各种结魔法也做不了，甚至有时候可能自相的残杀，到了这个程度，那就是佛法即将要灭的现象了啊。那一切的佛菩萨都会悲哀，而魔王波旬拍手高兴了。哎，你做这个破和合身的恶业，好，甚至对父母不孝到什么程度呢？要杀害父母、兄弟、眷属。前面啊，对父母说的话你还听不进去，甚至犟嘴啊、抵触、辩驳啊，好像这已经是处逆不孝了。但是你更进一步说，你不仅不报父母的恩德，不听父母的教诲，而且还要杀害父母，那已经是到了恶到的极点了。这个马上就有现报的。这个宋代有一个叫有一个逆子，他对于父亲呢很不孝，他的父亲啊、生病气喘咳嗽，他一概不管啊，生存吃饭都有问题，而且他也游手好闲呐、外面就是不务正业，回到家里啊、就骂父亲啊、说你老不死的啊、这个咳嗽咳嗽，让我晚上都睡不着啊。那这个父亲可能是肺部不好吐痰，他一看你吐痰就恶心，你还活在这个世间干嘛呢？啊，
就咒骂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当然很痛苦啊，但是面对的这个逆子也没有办法，只是自己偷偷的掉眼泪呀。虽然儿子对他这么恶逆，但还是眷念他的儿子，说这个我这个儿子怎么办呢？以后他这个对父亲这个样子，以后可能会被毒蛇或者猛虎咬死了。哎，他好像就预测到这一点。而以后他的父亲就在这种他的咒儿子的咒骂声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就死亡了。这个儿子有一次跟乡人到山里去的时候，哎，就碰到一只眼镜蛇咬他的脚呢，就出血啊，腿上也有血，草上也有血。这时候他就强忍着疼痛想回家路上，忽然后面有只老虎冲出来了，那其他的人赶紧看老虎的都赶紧逃命，他也想逃命，但是跑不动，就被老虎咬死了。就在他被毒蛇咬伤被老虎这个咬死的当下，他明白了是他不孝的现报啊，已经悔之晚矣了。极为不孝的人当生就有后果，或者被雷击了，或者被一个这个水灾火灾给他报应了。他好像什么都不怕，实际上冥冥当中有天神地奇，民有神奇，贤有人君国法，一定对这些无义无理极端不孝伤害人群的这些人会有处罚的。那这种人连六亲眷属都要杀害，所以当然六亲眷属就很憎恶这样的恶人啊，憎恨啊，讨厌啊，不想见他呀，甚至背后里面都怨他早一点死啊。这种人还留在这个世间伤害这么多人，老天还不让他早点收他回去啊。这些诅咒阎罗殿里面都会有信息了，而且他家里的灶神土地神也是一一会汇报的，要把这个恶人的命中有的寿命夺走，所以他是活不到他的正常的寿命的，一定会有一个奇祸在等着他。所以六亲眷属在憎恨这种人，讨厌这种人啊，愿这种人早点死亡，那一定也会呈现出真实的这种现实的。这些一禅体不相信世间的善法，处世间的佛法啊，敢于造忤逆的重罪，大家注意，他只是说不信，他还没有开始去诽谤，给这种人还留下点回还的余地。他不信但没诽谤，他想造忤逆还只是欲杀欲害，只是他的意念当中准备这么做，还没有实施真实的行为，可能就是从意志的这个层面来说，给这种恶人的拯救留下了一点空间啊。好，南无阿弥陀佛。